感觉自己跟队伍的状态这段时间都是有所上升的。FPS 的话，他们前中期特别猛嘛，整体实力每个人实力也不是特别弱吧。看一下一个嘲讽闪电嘲讽到三个人，一个 Q 技能是艾亚很高，一回头一个正义重拳，原本直接被秒，另外一边片本又跳进来了，平野林同时也是倒下了，白灵的双人组已经走不掉了。FPS 是一直围绕着打野在进行游戏的一队，就是他们的打野 Peeper 就在我眼里好像就是一个小香锅。我的风格的话也是跟他们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性格方面是更加凶悍一点的。RNG 他们有三个 ADC 嘛，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个 ADC 我都不是很怕。我觉得林伟翔虽然就是新生代 AD 算打得不错的，但我觉得在我们狗哥面前还是有差一个档次。 Bang bang, won't stop till we're legend。 我们是一个新的一次队伍嘛，可能在经验上面会输给他们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冲劲还有我们的热情更足一点吧。就看谁前中期打得好吧，打得好的话哪边就能赢嘛。